好，观众，我们现在呢持续在宜兰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台风资讯。可以看到现场来讲的话呢，刚还没有雨势，不过现在整个雨势上来看已经越来越大，而且风势也非常大。我们现在呢人就在宜兰饭店的24楼的高空酒吧这边，不过虽然说雨越来越大，而且风很大，但还是有很多民众他们出来游玩。可以来帮我们讲一下，今天你们是从哪边过来？我们从台北来的。台北来，那今天台风天还是过来？当然要来啊，台风天一定要来的。对，我也觉得蛮危险。不会，快乐最重要，快乐最重要。那今天我觉得雨势上跟风势上，其实看起来是还好啦，就是也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大，不过还是稍微有点啦，这样雨还是蛮大的。对，还是算蛮大的啦。我看你们其实都已经淋湿了，但还是在这边。对啊，就是要快乐嘛，台风天就是要出来玩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弟弟你呢？你从哪边过来？台北。台北过来啊。今天有觉得说台风天雨还蛮大的？对，雨还蛮大的齁。好，我们可以听到其实呢有很多的民众他们都是非常热情，觉得说虽然说今天是台风天的关系，不过呢还是要来这边来特别的体验一下。可以看到其实除了这一群的民众之外，从往旁边看还是有非常多的民众同样都是在高空酒吧这边。那我们要提醒大家其实在旁边看，刚刚甚至还有人是来这边饭店来聚餐之外呢，还有人甚至是来拍这个婚纱。可以看到其实现在越晚的时候风雨是越来越大的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，其实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呢，台风可能就会转为强台了，不过也刚好是在下午的时候，可能风雨就会渐渐的离开台湾，因此呢雨势是会比较小一点的。以上像最新，我们再把时间交还彭磊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